果你的女朋友在游戏中喊别的男人为老公，你会生气吗？会生气啊。然后把他装备全卖了。游戏卸载。对啊，游戏卸载。那肯定也生气，然后也是把他的装备全卸载。不会，我和他都在游戏里有各自的另一半呀。对象，这种东西在哪里？国家管分配吗？生气啊，肯定生气，但是只能原谅他，虽然我们都是老实人呢。会，直接打死。我没有伴侣。这个问题，首先你得有个伴侣，单身狗溜了。只能有一个小可爱呀。哎呀，那当然不会呀，我和他的游戏里面都有自己的老婆呢。游戏里有各自的另一半呀。那能，那肯定不行啊。那太不行了。那这东西，那绿帽的话就一左一层右一层了。爱上一匹野马，所以我头上有了草原。那肯定不行啊，兄弟，跟你们也不能行啊，这谁都不行啊。这对。那假如你们的男朋友在游戏里面叫别人老婆，你们会生气吗？必须的噻，杀了他。肯定不行噻，掐死，掐死。会。会，为什么？这是个人就会生气吧？我觉得。你就想劝我分手是吗？那就分。谁怕谁来了？